去吗？已经偏离路线了，我有点慌。确认行进方向，向东出发，140米后右转。不错，不一定有。这冲上点老晒啊，等于是等于是不是整上来？只要两个是，只要那两个闪灯啊，它都是在充电。你充满了吧，你充满了你，然后给手机充充电，你试试。厕所应该有，厕所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，不收费。干嘛了？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嗯，摸一摸这儿，哎呦，这地面，我操，老烫了，地面老烫了。哎，你工作有工作的话，接点水了。洗漱一下都方便，上个厕所都方便。草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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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河，别过来，回去，回去。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杏儿，软软的。嗯，软软的。哎呦，那边的哥们儿就掉那什么，那叫什么路亚，路亚。有货，有货，我已经看到小白条了。我已经看到小白条了，小白条游过来游过去的。哎呦，翻花了，翻浪花了。挺多，但是这儿不好下杆，不好下杆子。杆子呀，不好钓。那个钓路亚，一台一台的，那好玩。
哎呦，我操！我买的还买的猪肝嘞，我去！我是忘了，忘了，忘了，忘了。哎呀，看这掉下来多少李子，都是李子树哎！看，我去，掉多少？看这都是。有没有长熟的？哎，哎呦，看到没有？都是青的，都是青的，没有红的。我去，那是不是都摘走了？都，能不能找个熟的？我去，那边多少果实？没人来摘，生的呀？怎么摘？生的怎么吃？那吃的他妈酸死了！哦哦，你这。这有黄的，哎呦，我操，扎死我了！哎呦，哎，哎，这应该 OK 吧？这应该 OK 吧？没有烂吧？还买个猪肝儿来，我去！我买个猪肝儿，我得找地方，我得找地方下笼子。你看这个果肉，黄黄的。嘿嘿，破。哎呦我！哎呦我去，咋这么酸？哎呦我天，这么酸，这是嘛？那是肝儿，这是桃哎，不敢吃了，我操，不敢吃了。这桃看着 OK 了，桃看着红了都快。嗯，那红了都，毛桃，小毛桃，嗯，红红的，看看，此区域打农药，请注意安全，信你个鬼！打农药不可能长这么小。洗洗，吃不了，有点窜稀的，吃不了。哎哎，上！哎呦我去，那挺高啊，蹦的，上上！哎呦，可以的。哎呀，我还买了猪肝了，我得找他妈那个，不能在这扎营，我找一个，属于那种沼泽地。哎，这河道看着就不能下吧。对得起我这两口水不？好吃不？这个啊，操！这皮儿超薄，啊，我靠，太硬了。太硬了。
嗯，那没人倒，那没人摘着吃。不好吃，也没人摘着吃。来，阿喜，阿喜。倒车了啊，压到你的脚毛了。走了啊，走了阿喜。你就不如那旺财听话。软不拉几的，好，看这边有没有适合钓鱼、适合下笼子的地方啊？安庆市，其实这边还蛮多的。安庆市，我下一步就到岳西县，岳西县城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骑行了。好痒啊！前方100米右转，随后左转，进入龙岩山南路。大城市要到郊区才能整大户啊，是吧？哎呦，这找本地人，谁也不用找。进入龙岩山南路。老司机了，我一看这水域有没有大货，我就看能看出来。哎，快递，小哥，能发快递不？什么东西？店小二。店小二，几娃？不是，就一个户外的备用电源，但是坏了。小二的，今天二米。对，店小二。户外的一个移动电源，现在没电，坏了。电源，我们这边没有电源，我们车上没有电源。不是，这个我要发货嘛。电源嘛，充电器嘛。对，充电器不给进。没电，不给进。坏了，电池都不给进，寄不了。寄不了啊。它路上爆炸，很多快递车在路上不炸着呢嘛，和时常超就是因为电池嘛。所以快递严禁，只能走物流。只能走物流。对。哦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行。对啊，哦，麻烦了啊！哎，没事。怕爆炸。左转，随后右转，进入龙岩山南路。德邦物流能发不？啊，德邦物流能发不？人家能发货，肯定有人家的那个那什么，人家的那个渠道。退出，我导一下这附近的德邦物流。
周边。德邦物流，找一个最近的，最近的。95353什么鬼？这是什么电话？发回去也不能用，浪费快递费，那怎么办？那我总不能扔了呀。那齁贵的，你修一修，说不定还能用。95353，这什么电话？找地方，这边肯定修不了，这边他不专业，肯定修不了。扔了或者卖废品，我去，哎，这钱可不是这么搞的。人工。我找人工。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服务，现在为您转接专属客服，请稍后。为了保证服务质量，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。您好，3536，号为您服务。你好，德邦快递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有一个户外的店员，店小二，能不能发物流？电源是吧？对，户外的移动电源坏了。这是有电池电瓶是吧？这可能是发不了的。那这样吧，我帮你提供小王姐的电话，看能不能发。你在哪个省哪个市呢？哪个省？在安徽省，安庆市。嗯。不是，你物流也不能发吗？哎，户外的电池一般是发不了的，是帮你看一下，你看到安庆是吧？嗯。安庆哪里的？安庆哪里？就安庆市区。安庆哪个区域？先生，您说一个区域啊。我说个区域是吧？是还是这个盈江区或者？安庆盈江区，盈江区。盈江区是吧？盈江区相亲地的情况下，按照你的相亲地给你推荐最近晚点的电话。哎，好的好的，你怎么给我嘞？您说一下，你还没说呢，你的地址。我的地址，我，哎呀，这个。没事呢，我帮你提供一下盈江区网点的电话，你稍等。啊，你能转接不？转接不了，现在我帮你提供，你电话联系一下，稍等啊。哦。盈江区网点的电话了，我短信发在手机上，你先不要关机。哎，好的。这边短信发过去了，你看你收到了吗，先生？哎，好，我看看啊，信息，哦，看到了，好。发了两次，先生。啊，看到了，谢谢啊。收到了，那不要挂机，上午给我批个满意，谢谢您。批个啥？您对本次服务评分满意，请按一；不满意，请按二；不满意，请按三。喂，德邦物流是吗？对啊。
我有一个户外的电源，移动电源，电小二，你们那边能不能发货？不要找我，我今天没上班。哎，好。哎，微信联系1543。接，来接了。喂，你好，德邦物流是吧？啊，对。哎，我有一个东西，我想发往河北，是那个户外的移动电源，电小二能发吗？啊，发不了，电池发不了。那都发不了吗？对对对，有电池的发不了。哦，好好好，麻烦了。哎呀，我去。扔了吧，我你妈，这很贵的，扔了吧，这很贵的。嗯呐，几千块钱呢。电小二维修点，导航一下来。高德地图，电小二维修点。电小二维修。什么都修汽车的，我去！哎，都是修汽车的，爷们儿。对，电池没有坏，我。坏，我一扔可惜了。走，还去那边，拆开，拆开看看。厂家，我想找厂家，他发不了货的，知道吧？发不了货。伤了我，安庆不是这修，修各种电器的有，人家修户外电源的这个少。修电器维修啊，来，咱先停这儿行不？修电器维修，咱打电话，我咔，我骑过去，人家修不了。岂不是很尴尬？那先打电话问问。啊，
这凳子他妈还坏了，我你妈！今天咋这么多事儿？哎呀，欢迎霸总！气死了，气死了，气死了！搜那个，应该搜什么？家电维修，是吧？家电维修搜一下。家电维修，啊？徐冰电器修理，京城家电维修。问一下啊，这个第一个，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师傅，我有一个东西，那个户外的移动电源电小二现在坏了，你那能修不？移动电小二这是什么牌子的？电小二没搞过。哎，能修吗？没修过，我没修过。没修过呀？对，你那小家电没修过，我搞电视专业一点。啊，搞电视，这估计是电路板里边出问题了，什么电容啥坏了。我知道，那个点东西也不一定能配在小配件了，我建议你还是你在哪买的，就让他看他寄到哪去，他们搞得快，知道吧？确实这个屌东西不好修的。不，你厂家那边好搞得很。好嘞好嘞好嘞。哎哎哎，好麻烦了啊。这个屌东西不好修的。再打一个。安仕达，这个叫安仕达。京城家电维修，您的呼叫正在接通中，请稍后。您好，欢迎致电安信京城家电维修中心。本中心是一家专业空调维修，空调仪器、空调加氟、不要打，不要打那个电小二售后，我知道。你发不过去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我公司秉承一致良好。哎，你好，师傅。稍等吧，我走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这个有一个东西坏了，户外的一个移动电源电小二，您那能修吗？啊，那个修不了，那个修不了。修不了啊？好好。麻烦了，麻烦了。再打一个。你修家电的，乔湖家电，周师傅电器修维修，周师傅电器维修，我点开看一下修啥的，就一张照片了。电饭煲，电饭煲，啥玩意儿？哇，很贵的，我操，说扔就扔，你怎么这么大方？
电视、太阳能、冰箱、洗衣机、液晶电视，各种等各种小家电。这个应该 OK。这应该 OK 吧？最后打一个电话啊，行就行，不行拉倒。哎，没有电话，我说没有电话怎么联系你呢？没有电话，你这闹呢吗？这不，你看怎么没有电话？招牌上有吧？记不住，没写，说明就倒闭球了。京城家电我打过了，小陈家电维修，小陈。空调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热水器、太阳能、微波炉、抽油烟机、电风扇，维修电路，维修电路，这修制冷的这玩意儿，修制冷的，哪怕你来一句，你拿过来我看看，家电维修啊，都不专业呀，兄弟。也是修制冷的，富祥家电维修，抽油烟机、热水器，一般修电视的，他这个东西多。小他妈越来越远了，3公里、4公里了。彩电、空调、洗衣机，这个。应该 OK， 彩电、空调、洗衣机。你修彩电的，那个电容什么都多。扔了吧。什么条件呀？你家什么条件？4-5千东西说扔就扔。哎，你好，师傅。我有一个东西是户外的一个移动电源，电小二，现在就是不显示有电了，你那能修不？啊？拿过去看一下是吧？啊，你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现在不行。现在不行啊？为啥？忙了是吧？我出去，这时候这点比较忙，现在出去修空调。我修空调去了是吧？行行行，那你先忙，明天有时间吧？明天吧，明天吧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起码妈看到一线希望。截取屏幕。哎，遇到事儿不会看弹幕，我看着了，我看着了。啥就不行？他会修个锤子，他会修个锤子。不，那你们说现在这个电小二坏了，4-5千东西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发快递发到总部去修去，修不了，不是发不了快递，物流也发不了。是找厂家，我知道找厂家呀。物流发不了。物流发不了，快递发不了。你看，你看，4-5千块钱说卖废品就卖废品，我操，你这我告诉你说，他修不了，我修得了。找出原因来，我找出它的原因，哪坏了修哪儿。
去，去，他听话去。拆。四五千块钱东西，说扔就扔，说卖就卖，卖能值几个钱？狼师傅上校，哎，大点事儿。谁说的修好吃了他？谁说的修不好吃了它了？修好了吃了它是吧？这玩意儿容易出事儿，出啥事儿？能出啥事儿？还能给我垫过去了，我操！还能给我垫过去了？这就有蚊子了。哎。先想想它原因，你知道吧？雨没有淋完，不是雨淋湿了，现在是归零，现在是归零，一点电没有，拆先。先把这螺丝先拆了，一个，拆，这拆了。又不能拆，懂个啥呀，找死。收好吧，小老弟。出来。什么玩意儿咬的这么厉害？我操，这个灰！效果爆炸！你别提爆炸俩字儿。不要提爆炸了，零，看到没有？一点电没有。我拆开为什么嘞？我要看它那个什么。喂。别人修一下，或者就重新买一个，啊？懂个啥？给自己拆了不安全，给自己拆了不安全。懂个啥？就这。
对。耶、yeah, ，妈，太深了，我操，太深了，够不着啊！这一天天。是你太短了，妈，是我太短了。别他妈拆了他们。拆了它不行，拆了它不行，拆了它不行，插进去了，插进去了。还短，还短，这么深了还短，我的妈！贵重的东西说扔就扔，这个不合适，挺贵的，卖吧，哇，你们还不行，还短，完了，妈费个扳手，费个扳手，砸了就爆炸了，不用砸，接着砍，这行了吧，
呦我操，这么深。什么鬼？进去了，娘的，直接进里边去了，太短了，我，你进去了。那也没个钳子是怎么弄？有蚊子。哎呀，咬死我了。干断了又，买改锥去，螺丝留下，thank you。
思路很简单，就看电池有没有鼓包，电池没有鼓包都是小毛病，电池坏了就彻底就不要了。我说这一天我晒伤了呢，一天我晒伤了，那是紫外线。我们一些电容电阻，查出哪里的问题，这都好说。只要电池没坏，它扎了，我还没堵了，再开一个不得换。哎呀，我操，又拉破了又。啊，你看没，螺丝短了，换螺，换个改锥短了，换个改锥。嘿，吃雪糕不？冷静冷静，不吃。吃。阿喜也吃。吃。我吃那个雪龙。不是。那个很贵，那个梦龙是吧？梦龙。谢谢我蛋总请客吃梦龙。梦龙一根多少钱？还有叫什么靴什么玩意儿？给阿发阿喜整俩，我丢，你不是给我整的？哎呀，谢谢我霸总的钻粉飞机，谢谢我霸总，谢谢我霸总，我谢谢我蛋黄，完成四星挑战，牛皮牛皮牛皮，雪糕整起来。其实先不说整俩，整俩他俩吃的慢就化了。先整一个，好吗？两个替换着吃。没事，我自己修，拆开就看看电池，没鼓包就没事儿。
怀疑是什么？可能是有接触不良。或者是电容电阻坏了，因为没有水泡，没有水泡的话，显路板不存在连电，阿发那个口水也不至于。我去，拆开看看，如果电阻坏了。看出来最好，要换个电子，电容坏了，电容也是坏了的话，它会补包。下次再找店小二吧。都够，两不耽误。哎呦，威哥！家里一般都没有备这个定期的电源，自己不懂别瞎搞啊！我多少懂点吧，多少懂点。反正比你懂得多，我能拆得开，你能拆得开不？是锂电池，就跟那五号电池一样，一个一个的，那五号电池粗。淘宝买十个。
上保电池的。说不出一二三来。人都说了，这个快递发不了，物流走不了，怕爆炸，知道吧？那么爆炸了。那个外卖员不是外卖员，哎呦，这个小狗好帅。前方直行500米。快递员说，一般爆炸都是这种电源。商家发的，他商家发货那是应该是不一样的。卖他妈个几十块钱，啊，买一个好几千块钱，四五千块钱了。能修好为什么不试试呢？赶紧买，嗯，是的，不过搞不了，六幺八正便宜，是吧？电池衰减也要换，还能凑合用，还能凑合用。Thank you.
放放放，那你问问，一会儿你打个电话，用了三四年了，看能不能返厂再修一下，问问他发什么快递。没你想那么简单，你知道吧？我以前的充电器坏了，就找过厂家。他要你当时买时候那个什么他妈单据，啊，还有各种东西，你上哪搞去？不是你整个电源给他发过去，他就能给你修，你知道吧？下班高峰期了吧，这么多车嘞。前方直行200米。哪个城市？安庆啊，安徽安庆。来过这儿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的，那年元旦下着雨下雪，然后在一个面包车里边过的元旦，还整的牛肉，煎牛肉，现在不能吃了。
小区修东西的很少，老旧小区那里面修电器的又多。下午没见秦王哥在直播间说话，敢用那查出看能查出原因不？哪坏了？老板，改锥在哪边？啊？十字改锥。在改锥有。嗯，在哪边？我看看。拿过来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拿过来的。要多大的？要小的？要大的呀？大的，长的。这是正常规格的吧？哦，我看看多长。在哪边？你告诉我，自己看一下。短了。这个还短了？嗯，再长点。你这没有再长的，我没有。这就我这只有正常规格的，没有再。这能拔出来是吧？对，这是十字跟一字的嘛，正带吸铁的那种。哦，最长的这个是正常，这是正常的，没有再长点的了。对，正常家庭的加长的那种都没有。这个多少钱？三块钱，我这三元店嘛，这三块钱。我稍微试一下行吗？啊？我插一下。八块钱啊，你不能你。啊，我不拧，我不拧。我插一下。掉石的就是美。好好。看能插到底不？哎，再查，我操，不行，还是短呢，也还是短，就差一丢丢，我去，那能凑合用。就差1公分，没有再长的了是吧？行，就先拿个这个吧。微信。今天晚上寄走吗？今天寄不了了，今天已经过了。哦，明天了啊。那个坏了。对，后天就能到。好走啊。好的。碗小金蛋，
之前那个结实多了。发稿子雪糕，我要超市。来来来，安排安排安排。俩能不能吃？我操，俩吃不了就浪费了。我咬一块啊，俩不吃我吃了。哎哎，哎呀，我把改锥扔进去。阿发应该不吃，阿喜可能吃两吃两口。不是我护食，他妈都不吃。扔了，拿个雪糕了吧。牛奶味道的油啊，自己选的。嗯，牛奶的小布丁吧。伊利啊，这附近有没有修电器的？美女修电视的？不知道耶，不清楚。放下了啊！谢谢惠顾，多拿一个扣，不是我扣，先看他吃不吃，吃了管够，窜死他！他敢吃管够，今天晚上啥也别吃，就让他俩吃雪糕。你这他不吃，你不那啥了吗？不浪费了吗？不是这个道理不？来，雪糕，浪费了吧？好吧，雪糕，闻都不闻，你说，你不信？再咬一块，来，雪糕，来，雪糕，给，看都不看。呀，要脸不？他窜稀了今天。是电动车，看一眼，哎，修的时候刮一口子吧，没事儿啊，不能抠，不存在抠，这个他不吃，明天给他换一个，行吧？明天给他换个口味儿，好。都安排了，哇！那麦顶可能修不修的少，得修家电的靠谱点。
慢慢走走，这边太繁华了。不好。改电池了，它里这个里边的电池没事，它是里边有小零件坏了，我猜的，小零件坏了。要吃啊？不吃吧？哎，有电路板，有这个小电阻。感觉这边有了啊，感觉这边有修的。我一边走一边找，然后就是那个找扎营地方。小区有点老破旧了。这边就可能有修理器。
直行，进入黄浦滩公路，请注意安全。皮儿，右转进入极限内，来碗凉皮儿，老板。好。你这样，整碗凉皮儿吃。看看好热。垫没够，饿了。这边凉皮儿和北方味道又不一样。那啥味道，反正多放辣椒就完了。多放辣椒，我这个。好嘞，好嘞。嗯。稍等一下，先生啊。好嘞，多少钱？7块钱。稍等一下，这个姑娘先等一下啊。好的，好的。你是要哪一种的？麻酱的。不是的，有一半。给我芝麻酱粉多一点，放了。啊，都行，好吃就行。哎，好吃，那个分量多一点。嗯，那个一样一半的分量多一点，7块啊。哎，好嘞，先生。有两种的，有细的，有粗的，哎、是吧？哎，有搭配的，有搭配的，哦、菜都要啊。哎，都要都要，多放辣椒。哦，行嘞。这外边嘛，一样一半的分量多。好。多辣椒是吧？多辣椒。嗯，啊、好。是麻酱的啊！对对对，这个辣好吃，又辣又那个又。哦，再放点，再放点。嗯，好。辣不辣？辣，肯定辣。你这当面吃呗。啊，就在这吃。就在吃，不是不够辣，再把你加。行、啊、行，好嘞。好辣，我觉得好辣。好嘞。现在一吃也只有不用也打饱了。感觉不够辣，不行再来一勺吧。哎，不，你现在吃，辣是吧？我家不放辣椒，你现在吃，要不够辣，我再给你加。好嘞。那个里面那个保安说不辣，叫我加，然后他跑到卫生间里放自来水往嘴里冲，他说辣的不得了。放自来水往嘴里冲。哎、他说我在卫生间里放自来水冲，辣的不得了。哇，这份确实大，7块钱。哎。呀，确实实惠。钱扫够了吗？扫，哎，我给您看一下，扫过了。啊，少了，哎，红梅，行，对吧？我耳朵不听见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先放着，我这分量太大了，分量太大了，你往哪放过去？先放着，先放着。哎呦，7块钱。哎呦，我去，满满的，满满的。你俩别看，你俩吃不了。
很耐直播。你现在哪上面直播？斗鱼。哪个？斗鱼斗鱼啊。嗯。哦，我有在抖音上面。嗯。哎呦。这企业累哦。嗯。不是，夏天就适合吃这个，吃热的出一身汗难受。太香了，就是这，再来点辣椒来。嗯、哦，真的好，真的好好吃，你也能吃吧？再来点，你再拌吧、啊，我的天哪，辣椒都到底下去了。好嘞。好了，这有几个嘞？好嘞。哎。哦。也不错的啊，满嘴辣椒。
到修理店了。晒时间长了，这是今天晒红了，这大腿没怎么被晒过。哎，打了好几个，周边都打好几个都修不了，那我只能往前一边找扎营地方，一边这个找这个能维修的。这是回收的。执行200米。
问问他回收能回收多少钱。这都是电池好东西，能回收五六百块钱不？哎呦我操！哎呦，哎呀！送，哎，哎，多少？老板看看，老板，这个东西你回收不？啊，这个你回不回收？什么电小二？什么电小二？户外移动电源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这个。不要，那个给我估个价吧，直接不要，这不估价。完蛋，没电了，手机没电了。充电宝啊，充电宝。我在说电池，不懂。我他妈卖电瓶、卖电动车那种，不懂的话，这个电瓶很挺贵的。要不那么多人铤而走险偷电瓶嘞？他们偷的还是普通电瓶，那也不便宜。电动车的感觉修不了，电车的搞不好的。需要用那个测量电那个电容的表测量的。
的，很贵的。维修电脑，我操！销售，什么呀？卖的。哎呀，我问几家维修，知道不知道？这边很多都是卖二手的。这边附近有没有修电视的？搞维修的，修电视，什么东西的？再往前没有了吗？这边没有了。这边寄过来的，河北，河北，哇，
车都过回去吗？啊。啊。起码还一楼自己扫。嗯。那几多少月？几个月了？去好长时间了。毓秀区。收了个二，打算去。一楼自己扫。这边家电。家电维修。这都是修制冷的，不好找。那车吧，走着吧，走着快。买了一块那个猪肝，臭球了都，得搞虾呀！得找个地儿搞虾。马戏，去西藏，就是。车在那关吗？啊？车在那里等吗？那里人多。哦，我往前。那里好笑，车在那里不错。哦，我不是卖东西的。我家人不是卖东西，关吗？啊，我是玩的。车在那里人多。哦，好了。阿姨好心啊，这。上马戏这边人多，车换的地方正好，我会往后推一点。
龙虾，狗虾，我吃大龙虾。能修不？能修好最好，修不好就换个比这个稍微小点、稍微轻点的。它太大了，这。用得来吗？耐用，但是太大了。听一下，这附近有没有修家电的？什么？附近有没有修家电的？家修家电？哎，这里边有没有？那个不是，这个里边有没有？这修电视的。这里我还没看到。没有看到。麻烦了啊。合肥小龙虾，我操！这狗挺好哎。
电箱坏了能修一下吗？我有一个移动电源坏了能修一下吗？啊？行，我拿下来你看一下。没电了，你看看我这个，换这儿吧。这个啊？这个怎么修呀？这个可能里边的。这是哪儿的？对，就是户外电源嘛。这个不会修的。这个你去钢材找那专门的人修。找专门的。对，我们修那种小的主板，这种大的电路板看不懂。这我有，我会修，我也没有配件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这应该上修电视那里。嗯，修电器的，修电器的应该不修。修电器，修电视的是吧？嗯，这附近有没有修电视的？怎么修？你往前走，你看往前走应该是有。好嘞，好嘞，麻烦了啊。我以为是个吹毛。太重了，这个。把拉的他拉到成都啊，我操。快递发不了，人家发了我就发家里边了，到家里啥时候想起来啥时候能修一下，我换一个，鲍四哥，我天，大哥来了，谢谢鲍四哥，谢谢鲍四哥，谢谢我鲍四哥的青春飞机，谢大哥，谢大哥，谢大哥，大哥猛，大哥硬，大哥要没有硬？
我大哥硬，大哥硬。我蹬一天车硬不起来了，蹬一天车没劲儿。行啊，兰哥，没啥，没啥，没啥。不提了，过去了，不提了。过去了。阿西也快赶了，阿西感觉你快赶上了。阿西跟我说，你没了他都没不了。哦，这是个啥地方？绿油油的，有水没有？那个小水沟了。瞎蒙的，兄弟们。还好我蒙的一般都差不多，八九不离十能搞点货。卖了又可惜，我想发过去，这物流都不让发，那怎么弄？嗯，不舍得卖呀，很贵的这玩意儿。那发还是很威猛啊，那是，那是，世界第三了，开玩笑，阿发，哎，有，阿发，有。吃的求不到我了，我去。
过了这铁道啊，过了这个我感觉有河，大河还不行，这小河还能搞得到虾。这有个德邦快递，要不要问一下兄弟们？要不要去问一下？我来过这儿，我操！我来过这儿，我那个音箱就是在这拿的，我以前有音箱就是在这拿的，就这个好音箱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你去问一下啊。他们是和快递都挂钩的，快递发不了，他们也发不了。哎，邮政的发不了，我就是在这拿过音箱。龙虾，打龙虾。再往前啊，这个山可陡可陡了，我发不回去这玩意儿，我链子还得他妈蹬断。你这边水这么少嘞，我感觉河这么少嘞。喂，有个桥，有个小桥，看吧，有个小桥。
哎，妥了，拿这水质，啊，妥了，这水质，龙虾少不了，再加上我那发臭的猪肝，明天爆笼上了吧？那边的水草，哎，好，那边我去那边扎营，这儿又不好扎营，这也不好下，那边。你前面绕过去，绕过去去那边扎营。这河是通着的吗？这小孩装好。邮政也发不了，咱这真发不了。前方100米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进入吉贤北。拆开的不行，就是不拆开我就装上也不行。谁说的那个邮政能发的？发不了，绝对发不了系统。进入极限内，请小心来往车辆。我打电话问问吧。绝对发不了。到的地图持续为您导航。走不就很远呢，我晕，打电话。修不了，对，返厂修不了。以前充电器我都修不了。EU 邮政证，邮政快递。菜鸟快递，申通快递。邮政快递。就邮政是吧？有中国邮政快递。我操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电话。兄弟醒醒啊，骑行开始了。掉头进入吉贤北路，请注意安全。855-80，我还有个杠嘞。哦，掉头了，现在去肯定等不了。你问一下吧，齐总，你打电话问一下，看能发不？肯定发不了。不用下班早，我能发我明天也行吧。95580，下班估计不接电话。问问厂家什么快递能发不就行了？厂家修不了，
厂家不给修，我他妈八百遍了，我老扯厂家干嘛？能修我还不让他修啊？我修不了，我卖了不完事儿了吗？我一天天到上火都尿尿都黄了，我操这个 DJ 的！讨厌就讨厌动脑子。之前充电器坏了，没找到修，要什么发票，要什么证，要什么，反正要一堆东西，都没有，修不了。后来又自己买了一个。咱不为这事儿发愁了，行吗，兄弟们？咱妈再吃龙虾行不行？这么深呢？这不扯呢吗？这不，这么深，我丢！找地方看看去。你找地方瞅瞅去。走。看有没有浅点的地方。留在车上吧，去啊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前边有没有钓鱼的？这个鱼可以钓，钓的这个鱼不能吃。不能吃啊？哎，这水太脏了。这水是排污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对。哦，懂了，谢谢啊。有没有水坑？看一眼，看有没有水坑。差点吃了，这就没法下，这就没法下网，太深了，掉下去下不来了。就在这草坪上扎营就挺好。
边都是空地呀、啊，这边都是空地，弄这里边就是大水坑。这是咱这打野，那搞鱼，全靠瞎蒙，全靠瞎蒙，没有干的，我全是干的，没水。把公园带卫生间呢，不好找啊，兄弟，不好找啊，记不了就得处理吧，是记不了吧？邮政也记不了吧？哎呀，看一眼地图啊，我操！你看打瞎了。哎呀，吵死了，吵死了，吵死了！行，我看看我这个地图就行。那么这有条小河，前面该拐弯了，前面拐弯走，走，哎，不对，倒的邮政，是往后倒的。这带手机吗？我手的问题吧，越西线，越西线，过了浅山市，再往前这都是山。骑行正式开始，请带我飞吧。顺便路边看一下。这也太快乐了吧！这也太爽了吧！缩小啊我尼玛！哎呀，我操！这一费脑子，心态就崩了。怎他妈这么不顺了？一天今天，狗也死了，电桥二也他妈坏了。这是啥绿油油的？这是个啥？不显示。看着目前看着是前面没有啥河。哦，这边，我操，这前方100米红绿灯路口右转，随后左转进入集贤北路。是学校里边的，你放大。南门球场，是人家学校里边，进不去。哦，哎呀，这儿永丰超市，我操，这么宽！你他妈，我哎呀，点不了，忘了，往那边倒，已经倒了，啊，已经倒过了。砸了，去球。到的地图持续为您导航。你怎么不砸？不是手机的事，对，脑子没转过来。穿裤子也有关系，我勒蛋勒得紧了。勒蛋勒得紧有关系。往前走。
走。我心情正他妈不好呢啊、哦！我大爷，弄下来，别跑！我弄来炸鸡腿算调好了，调好了，跑了跑了，找不着了，找不着了，好了，回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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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穷寇莫追，阿发过来，阿发，穷寇莫追，快点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气性真他妈大吧，好了，来来来，阿发，阿发，阿发，走了，过来，走了，过来，上车，去那边上去，你瞅啥？转过去，去那边上去。你来这边，你来这边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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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，教你一遍啊！从这儿，从这儿，从这儿上。啊，笨！你搁这坐着。呀，我踩的！哎。厕所在便利店里边，让不让接水？
嗯，又中叫电动车，这个叫电助力自行车，还是要靠你蹬，会给你推一点助力。坚持到，不知道能坚持到哪儿，换车，车已经到极限了。
不是闯过去了。正和我穿这个裤衩有关系。过马路快快快放去去去去去去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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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了要被撞死了骑车还有蚊子前方100米路口直行进入吉贤北路
直行，进入极限内。走。拐下去啊，这拐下去不是边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你看见啊，就在这儿，好了。嗯，树丛太茂密了，看不见。阿喜呢？这不搁车上了吗？还有河，这扎营倒不错，这阴凉。这边阴凉着呢，啊，这河那有河，你妈垃圾堆，操，这不放在垃圾堆吗？全垃圾。这哪有河？啊，这是不是？前两天那边淹了。我想吃虾了。喂，呀，妈，这河，这有鸡毛这，有鸡毛，这他妈这叫河呀、啊！小老弟，我拍视频我还给他比大拇指嘞，水深危险，谨小心溺水。人，水深约4米，溺水不怕。我操！你妈写着字儿嘞。人家写着字儿呢，写的"禁止垂钓，违者重罚"。不要脸，啥你就承包起来，让钓鱼爱钓鱼的人怎么活？
又拍那个老板塘，又钓鱼那不花钱了，那个塘我也不拍。那好长时间没钓鱼了，瘾很大的。车狗手机都在车上。有阿发在，不怕被偷。发仔在。哎，能找个好地方不啊？能找个好地方，明天可以一天不走。越长越好看了啊，越长越好看了，是不是？今天穿稀了，喷点都是。Yeah.